最近你有没有经常收到陌生的好友申请？我敢保证每个人都有收到过。那这些人我们根本不认识，他们是怎么加到我们的呢？今天我就来揭秘这个骗局。这期视频可能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，请大家点赞，让更多人能看到，防止大家被骗。可以看到，现在我的好友列表里有很多人，直接给他清空，然后随便去世界聊天发一条消息，再打开好友列表，瞬间就有很多人加我。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这些人全都是被盗号的，他们都不是原号主，而且每个人的内容都是一样。如果你选择的性别是男，他们就会说帅哥一起玩，性别是女则是相反。当你同意之后，他们会统一发了一个消息，一个 QQ 号，这 QQ 号是一个群，他们的语音都是送皮肤和手册的，而且不同的号声音竟然是同一个人。接下来我就加入一下这个群，看看到底有什么猫腻。搜索到的是一个名为车皮肤的群，进来之后是一个全员禁言的状态，只有管理员一直在发一些文件和图片，都是关于游戏皮肤的。我已经提前举报了，现在我切换小号就下载这个文件，安装好了，进来之后就要你登录你的 QQ， 大家千万不要试，这是我的小号，所以没事。登录之后就是给你的手机号发了验证码，输入之后又要发一个验证码，确定之后竟然弹出福利领取成功，5分钟后到账。难道这是真的？别急，5分钟之后你等来的不是游戏皮肤，而是 QQ 密码被修改。现在我就在主页等着，因为我知道绝对会下线。哎，看到没？这时候你再输入原来的密码，已经登不上了，号就已经被盗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游戏里我的这个号是被封10年的状态，小号也没什么用。但是你们就不一样了，一些天真的人总以为天上掉馅饼才导致自己大号被骗了。这里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同意陌生的好友申请了。当你的号被骗之后，他们就会弄上你的游戏号去骗更多的人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下期再见。